前文再续啊，书接上一回啊。话说通天无换上嗰套白色嘅巫师礼服，骑上自己嗰匹带有灰色斑点嘅骏马，嚟到成吉思汗嘅大帐入边，对佢话：我以神嘅使者名义，得嚟向陛下传达长生天嘅旨意。成吉思汗继续统治大蒙古国，但系长生天亦话哈萨尔将来可以做大蒙古国嘅大汗。依我之见，陛下如果唔尽早铲除哈萨尔，任其发展落去，岂唔系留低一个祸根啊？咩？咁将会后患无穷啊！成吉思汗听咗之后，有啲迟咁话：唔会啩？佢咁忠厚，唔至于嚟争夺我个汗位嘅。通天无又讲啦：陛下仲记得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句说话嘛？何况呢啲系长生天嘅旨意，你唔记得我系代神预言嘅通天神者呢咩？通天无讲完之后，见成吉思汗仲系迟疑不定，就行上前去进一步劝说讲：陛下有所不知，我根据长生天嘅旨意，已经得知你嘅胞弟哈萨尔为咗便于进行颠覆你汗位嘅活动，佢带住妻妾子女搬到自己的领地去啦，请陛下派人去查证啦。成吉思汗听讲之后，身体突然震咗下，佢点都唔相信哈萨尔会不辞而别嘅。嗱，喺成吉思汗心目中咧，呢位敦厚耿直、一向喺自己面前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嘅胞弟，绝对唔会咁做嘅。通天无再次催促讲啦：大汗如果唔相信，派人去查问一下啦。不过佢是你的亲兄弟，我不好多讲了，只是因为这些是长生天的旨意，我作为神的使者亦不好不讲给你知道，令你有个防备。通天无讲完就出帐跨马而去，成吉思汗只好派人去看下啦，才知道哈萨尔真的搬到他的领地去了。呢件事佢不由得怒火中烧，暗暗沉沉咁话：佢点解要不辞而别呢？咁唔系心中有鬼咩？平日我边一点对唔住佢啊？正谂紧，博尔逊同穆华尼行咗入嚟，成吉思汗就将通天无嘅说话讲俾佢哋知。佢问：请你哋讲讲，我应该点做呢？博尔术即刻话啦：按你讲，呢啲系大汗兄弟之间嘅家事，我哋不便开口。但系呢啲系通天无引起嘅，又涉及到大蒙古国嘅江山社稷，我唔能够唔向大汗讲出自己一啲感受啊。成吉思汗话啦：论交情，我哋之间比亲兄弟仲要亲。有说话你就照直讲啦。博尔术即刻话：凭住通天无嘅几句说话，就断定哈萨尔有谋反之心，我认为唔系几合适。哈萨尔呢个人并唔系一个有野心嘅人，如果通天无话我同穆华尼有谋反之心，大汗陛下唔知你听唔听从佢嘅预言呢？穆华尼接住话啦：报告大汗，对通天无嘅言行唔可以唔提防啊！琴日下午，通天无嘅长兄阔里纳儿跑到我嘅营帐前边，当住咁多人嘅面，居然扬言话冇通天无嘅预言，成吉思汗做唔成蒙古国嘅大汗，因此通天无对大汗有拥立之功。以后通天无要成为大汗的助手，同大汗平起平坐等等。成吉思汗听咗，连随问啦：
你个阔里辣儿，点解要到你嗰度去乱噏廿四呢？佢同通天无之间肯定有联系咩？木华尼又讲啦，当时我叫人将阔里辣儿带入帐内，问佢讲呢啲说话有咩目的。佢打斜对眼睇住我，根本唔理我。我警告佢唔准你再嚟呢度乱噏廿四。后尾听啲卫士讲，阔里辣儿到外面仲讲大话，认为佢系通天无嘅大佬，冇人敢对佢点样啊！呢件事，四九之一嘅者勒灭嚟报告讲，今日上午，桑比辣儿到我嘅营地，鼓动部民到佢哋嘅广阔坛部去，并扬言佢嘅广阔坛部亦系黄金家族。成吉思汗连随问啦，你个桑比辣儿又系边个啊？木华尼答话，佢系通天无嘅三哥。博尔术之一话，桑比纳儿同阔里纳儿系咪为咗个目的喺住四围活动，企图煽动暴民动乱呢？成吉思汗之一感到事态有啲严重。过咗阵，佢坦然一笑，睇住三位亲信，对佢哋话。几条泥鳅喺阴沟里边翻唔起咩大浪噶？只要我哋自己唔乱，各自把住阵脚，量佢哋亦成唔到咩大气候。讲完之后，成吉思汗叫博尔逊、木华尼各自守住左右两军，自己带住者勒灭一齐连夜去哈萨尔嘅领地大兴安岭以西嘅富伦山脚下。要亲自同呢位妄图散夺汗位嘅同胞兄弟当面交谈。成吉思汗同者勒灭带住一百几名护卫军一路奔驰，凌晨时分嚟到哈萨尔嘅大帐前边。哈萨尔一见汗兴气鼓鼓咁嘅表情，知道大难将要嚟临，佢把心一横，沉着冷静一问啦：汗兴咁夜奔驰嚟，唔知有咩要事呢？成吉思汗目光如炬，六大双眼睇住哈萨尔讲：你身为中军，点解不辞而别啊？哈萨尔冷笑话：为咗呢啲小事，亦值得你发咁大嘅火气咩？成吉思汗见佢态度傲慢，不由得大喝一声讲：既然你知道唔单止为咗呢啲小事，咁就老老实实招咗佢啦。哈萨尔窒咗一下，照问：要我老老实实招咩啊？我到底犯咗咩事？你点能够咁样对待我噶？成吉思汗激到破口大骂：你仲喺度扮嘢？李恩，快啲将我绑起嚟，睇佢招唔招！几个护卫冲上前，将哈萨尔绑喺条木柱上边，除咗佢顶帽同埋腰带。呢件事，哈萨尔嘅妻子贝拉古一见，知道成吉思汗连夜赶嚟，必定有重要原因。情急之中，佢揾到咗老太后柯额伦嘅两个样子曲出同埋科夫出，并静鸡鸡对佢两个人话：大汗呢次嚟必定有原因。可能有人从中挑拨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请你们快点赶到窝兰河老营向老太后回报，务必请老人家前来搭救他的仔哈萨尔。曲出和科夫出一直和哈萨尔在一起，深知哈萨尔的为人，听到贝拉古的吩咐，即刻上马向窝兰河跑过去。这边成吉思汗在处严刑质问哈萨尔，讲你点解要阴谋散夺汗位？哈萨尔听咗，激到一句说话都讲唔出。过咗好耐，先以蔑视嘅口吻讲：唉，做咗咁多年大汗，你算系白做啦！呢啲年嚟，我出生入死，喺刀丛枪林中拼杀，你而家做咗大汗，竟然话我要谋反，你仲有冇人性啊？
成吉思汗就逼问讲，我问你，你点解要私自搬到领地嚟？唔通呢啲系我谋反嘅罪证咩？你仲有咩证据啊？你快啲讲出嚟啦！成吉思汗听咗更加嬲啦，唔好以为你系我嘅亲细佬，亦唔好以为你过去立咗大功，只要你谋反，我绝对唔会放过你。哈世贤冷笑讲啦，可能你又听咗嗰个通天魔嘅鬼话，将人世间最真挚嘅兄弟之情都唔顾啦。我话俾你知，你上咗佢嘅当啦。成吉思汗正要发作，忽然间见贝拉古带住十几个年轻女人，身后跟随住二三十个年龄大小不一嘅男仔女仔，一齐嚟到近前，噼啪一声冚唪唥跪低。贝拉古带头先讲：谋反之事非同一般，请大汗谂一下，哈萨尔一个人能够谋反咩？佢嘅同谋者系边个？有谋反嘅计划咩？贝拉古嘅质问令到成吉思汗系哑口无言，佢老羞成怒咁话：我喺度审问哈萨尔，你带住你啲女人细路嚟做咩啊？贝拉古毫不示弱咁话：女人又点啊？女人就唔能够嚟讲道理嘅啦咩？成吉思汗越听越嬲，大声话：咁仲得了嘅？连佢嘅女人都唔将我放在眼内啦吓！快啲将呢个女人绑起嚟！听讲要绑贝拉古，嗰啲跪住嘅女人细路一齐嚎啕大哭起嚟，几十个人嘅哭声汇合埋一齐，形成一股巨大嘅声浪，喺富伦山下回应住。成吉思汗见到眼前咁嘅情景，个心啊又急又乱，一时冇晒主意啦。正着急嘅时候，谢勒灭慌慌张张咁行咗入嚟，向佢报告讲啦：老太后嚟咗啦！但原嚟曲出同科阔出快马加鞭赶翻去窝兰河老营，见到老太后大声嗌话啦：弊啦弊啦，大汗要杀二王爷哈萨尔啊！柯亚伦听咗之后，不禁心头一震，连随话：快啲讲！大汗为咗咩事要杀二王爷啊？曲出就将贝拉古教俾佢嗰啲说话向老太后转述咗一次，之后又催促讲啦：请皇太后快啲去，如果去迟咗，二王爷嘅性命恐怕难以保住啊！柯亚伦一听，心急到咩咁啦？佢破口大骂：佢咁！佢做咗大汗就忘咗本啊！我去，就算唔要我呢条老命，我都要去。一边闹，即刻叫侍卫牵嚟一头白骆驼，架上车，吩咐揸紧赶路。呢阵时天色已晚，啲侍卫担心路上唔好走，迟迟疑疑，想请求第日再走。谁知柯亚伦激到大声讲：你哋怕天黑路上难走，唔通唔怕我个仔哈萨而被错杀咗咩？呢阵时，曲出同科阔出亦过嚟催促侍卫，即刻赶住白骆驼上路啦。于是佢哋一夜奔驰，第日天光嘅时候就嚟到富伦山脚下。柯亚伦离远就睇见哈萨而被绑喺条木柱上边，顶帽同腰带都被除咗。咁喺距离哈萨而冇几远嘅一片空地上边呢，贝拉古亦被绑住跪喺地上，身后仲有黑咪妈班女人同细路亦都跪喺地上，呜呜咿咿咁发出一阵阵嘅喊声。呢件事，柯亚伦睇在眼内，激到热血上涌，佢一步揽落车，向哈萨而身边行过去。成吉思汗担高个头，睇见娘亲气势汹汹，面色阴森可怕，三脚两步咁行嚟，即时感到好尴尬啦。佢正想话上前问候娘亲，谁知呢位皇太后竟然拧转个头，一直行到哈萨尔面前，伸手帮哈萨尔解开绑绳，又将顶帽同腰带还翻俾佢。跟住
佢嬲爆爆咁盘膝坐在地上，三两下就解开咗自己嘅胸襟，伸出对打震嘅手，揞出对干裂嘅乳房，使佢水相失之上，大声对成吉思汗讲啦：你睇见未呀？佢就系你哋所饮嘅奶。你嘅兄弟哈萨尔究竟有咩罪？你要骨肉相残。在你细个的时候，你能够饮晒我一个鱼，你的细佬哈赤温和赤根两个人能够饮晒一个鱼，唯有哈萨尔能够饮晒两个鱼，使我胸怀舒畅。为此你铁木真有才能，有心计谋略，哈萨尔有力气，能够百射百中。由于他有力善射，曾经令敌人胆寒，他为你执弓箭，讨伐叛逆，降服中敌，今日飞鸟已尽，你就想毁掉良弓，消灭了敌人，你眼入边就容唔落哈萨尔啦。嗱，成吉思汗也一个事武之巧嘅人，听完娘亲嘅斥责，带住十分惶恐不安嘅心情，连场向娘亲赔罪认错，话啦：娘亲，系我嘅错，我好惭愧，我唔应该搞到你老人家发咁大嘅火，请娘亲原谅，以后再亦唔会咁样噶啦。成吉思汗又丑又惊，唔敢正视娘亲燃烧住怒火嘅双眼，连随退走咗。于是哈萨尔被释放，恢复咗自由。但系成吉思汗仲系对哈萨尔放心唔落，佢并冇因此而忘记通天毛对佢讲过有关哈萨尔想谋权篡位嘅诽谤之词。我啲说话仲系潜绕喺个脑海入边，纠缠住佢嘅心。翻嚟之后，成吉思汗一连几日陷入极度嘅苦闷之中，烦到帐门都唔出，任何人都唔见，一个人喺大帐入边行嚟行去。咁喺佢睇嚟呢，对通天毛嘅所谓预言唔可以全信，之亦不可不信噃。呢啲系佢自己嘅亲身经历中嘅感受啊！何况蒙古人边个唔信萨满教呢？自从第一次清汗以后，就以萨满教为支撑草原牧民嘅精神支柱，利用佢宣传自己嘅统治系合法嘅天意。多年嚟，成吉思汗总系利用萨满教使自己成为牧民崇拜嘅偶像，利用佢喺职位、战争或其他重要场合进行祈祷，求得天神嘅保佑。利用萨满教，成吉思汗成功咁树立咗喺草原牧民中嘅权威同形象，加强咗同一祖先嘅血缘意识，并以此团结号召群众，鼓舞战斗嘅决心同士气，卒之统一咗草原各部，建立咗大蒙古帝国。咁呢个过程入边呢，萨满教嘅作用系不可忽视嘅，俾成吉思汗留低咗难以磨灭嘅良好印象。咁因此，对通天毛嘅预言唔能够听而不闻，对哈萨尔嘅处置呢，亦唔能够完全听命于母亲嘅一味偏袒同保护。而且古往今来嘅历史经验提醒呢位大汗，后宫嘅女人系禁止参政嘅。连续几日嘅思考，成吉思汗重新有次恢复冲锐果断嘅性格同作风，即刻动手做自己已经决断咗嘅事。佢背住母亲，依然剥夺咗哈萨尔嘅大部分封地及特权，原嚟分俾哈萨尔嘅4000户牧民呢，亦被剥夺到只系剩低1400户。哈萨尔并冇介意，佢嘅妻子贝拉古仲系吞唔落呢啖气，又亲自跑到皇太后柯额伦嗰度，将呢件事讲咗俾呢位老妇人知。当时柯额伦冇讲乜嘢，听咗之后冷笑咗几声，过咗好耐先至叹口气，对贝拉古讲：唉，呢件事唔好再理论啦。从此之后，柯额伦皇太后精神上又一次受到打击，
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冇几耐，佢开始卧床不起，三个仔一齐嚟到病床前边，但系对成吉思汗，佢一眼都冇睇佢。佢被哈萨儿同窝赤根坐到自己身边，一手拉住一个，唯独对做咗大汗嘅成吉思汗表现出异乎寻常咁冷淡，自始至终冇睇佢一眼，而冇同佢讲过一句说话。嗱，通天无无陷哈萨儿嘅阴谋冇完全成功，致使成吉思汗疏远咗对自己十分得力嘅同胞兄弟哈萨儿，令哈萨儿失去咗成吉思汗对佢嘅宠信。咁实际上，通天无达到咗分裂皇室嘅目的啊！好显然，成吉思汗系顺从咗通天无嘅意愿，向呢位神嘅使者作咗让步。事关佢怕得罪咗呢位通天使者之后，会影响自己嘅权力啊！咁喺呢件事发生之后呢，险恶嘅通天无所拥有嘅精神权力得到咗巩固，佢嘅世俗威望而因此进一步提高啦。被呢个小小嘅胜利冲昏咗头脑嘅通天无，又变本加厉咁借助神医，叫佢嘅兄弟四处活动咯噃。嗱，各位，究竟通天无又是玩出啲咩花样出嚟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